您关心今天的天气，今天冷气团的强度会增强一些，北台湾会比昨天还要再更冷。今天凌晨平地最低温，新北市石门在10度，白天花莲高温约在20-21度，中部和台东高温约21-24度，南部高温约24-28度，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。天气方面，降雨范围稍微增长，北部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，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降雨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。来带您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。北部地区今天最低温在12度，台北、新北和桃园都会下雨。中部地区最低温在14度，都是不会下雨的天气。南部地区最低温在17度，基隆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今天都会下雨，最低温在基隆12度，离岛地区最低温在8度，